鲁宴，神庙直到秋毫巅，足结四风，清绝何以在人间。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，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官门弟子。机会难得，报个名先。海选正式开始。Round one， 跟我和昆曲，你把也跟归，特别是松吧。我先来两句啊。那么我个的县名谁敢托不内咋？我还比鱼儿雷忙，急匆匆打着黑牙。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，我好比鱼儿漏网，急匆匆逃入海洋。 Round two， 丑行演员矮子功最要紧，来上道具。不错，还有两个能够嘞，记住。Round three，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，看好啊！扣腕子，内劲咬松，记住。哎呦！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，拜入阳门。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八十里沟，哎，徒儿请起。师父，我就是站着的。哎呀你，好在好在，事已至此，你我师徒一场，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！放肆出世，六月初。破碎一碎，哎，养生口方，即从板凳下钻出，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，不能拖泥带水。啊，这是五岁，哎，本无打扮的辰光，佛珠离境，腾空而上，随即而下，唯一踏了对劲浪，举动不定，这也是绝技。师父，哎呀，那个蝎子！师父帮帮我！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，你是油盐不进，一点不会呀。师父好帅，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，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，等我先好好练，长长功，再来向您求教吧。哎，好好拿去吧，去了。唱戏就这样放风筝，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，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，只有掌握方法，勤于练习，才能唱好戏，风筝才能飞得高啊。是师父。杨明玉，同光十三绝之一，著名丑角灵工，亦称苏丑杨三，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，无作不妙，唱、念、做、表样样精能，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，仍能以昆丑名重剧坛，其教法极严，亦不轻传，为人耿介，不苟世俗，后世誉之真松敬竹，独抱东青，终能绝技自明。